睇下天氣預測，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下晝雨勢比較大，同有幾陣狂風雷暴，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，吹和緩東風。而展望未來幾日，大致多雲，最多兩陣驟雨。禮拜三天氣稍涼，而隨後一兩日風勢比較大。而家氣温24度，相對濕度87%，紫外線指數係1，強度屬於低。